OK，大家来开 video 啊！我继续讲先来，OK？那个practice，我过后再给你答案，你不用担心啊。我只是纯粹给你一点东西做，所以你也可以 take a break 这样。OK，来 video 在吗？大家 Joyce 在吗？嗨，Evelyn Howard，OK，嘉怡好，我看到，OK，好。好，大家，我们来看一下啊。所以刚才这个我们在讲啊，aseptic 的方法，aseptic 就是我们要预防感染的那些程序，对不对？预防感染的程序呢，有五大种类啦。所以第一个啊，我们来看啊，就是消毒。我不讲消毒，是因为等下你会看到，很多东西都是在消毒的哦。所以我用回它比较直接的翻译啊，就是消灭细菌，消灭 pathogen 应该讲灭菌的过程。OK，其他的方法呢，也是有跟灭菌有关吧？这个是直接啊，它是以灭菌为主的啊。OK，sterilization 是 killing or eliminating microorganism，看到吗？重点字在这边啊。membunuh，诶，还有谁？membunuh atau menyingkirkan microorganisma。OK，啊，然后呢，这个 sterilization 啊，是对于一个 object 物件啊，或者是环境，不是人啊。不可以 sterilize 人，知道吗？它的重点是哦，你看啊，英文的你要找一下啊，它不是用来 sterilize 人的哈，就是 sterilize 一个 object 或者是一个环境，比如说呢，啊，这些工具，你看下面有什么东西啊？一些工具，比如说，这里没有，OK，不是来的，不是来的，比如说我要消毒一个器具啊，等等的这样哦，你知道吗？或者是我要消毒。sterilize 那一个针不需要 sterilize，因为针是不常用的嘛，对不对？OK，手术刀这一些我可以讲，好，OK，这样怎么 sterilize 呢？其实有五种方法灭菌，主要又再分五种啊，你知道吗？刚才不是讲分五种方式做这个 aseptic 的方法，对不对？灭菌有再分五种，第一就是用热能。热能呢，在实验室哈，我们有一个这个东西要的 autoclave，你知道吗？记得吗？这个东西 Form 4学的 autoclave machine 啊，在实验室就有，就是我们用的东西啊。如果要丢之前呢、啊，有一些有毒的东西，或者是有一些会它有微生物的东西，我们要放进 autoclave machine 弄干净了哦，才可以收起来那些器具，或者是有些要丢的东西，要先放进 autoclave machine 才可以过后才丢掉了，你知道吗？因为要灭菌先，所以 autoclave machine 其实是用热能来灭菌的，就是它弄热它。OK，第二个方法就是用化学物啦。化学物有什么呢？就是肥皂，知道吗？Soap 啊，sabun 肥皂啊，肥皂它可以灭菌，因为它可以这个肥皂哦，它就未必可以杀菌啊，但是它可以洗掉那个细菌，它可以去掉，知道吗？如果你看哦，家里的肥皂啊，是有 antiseptic 的成分啊，好像 Dettol 那一种肥皂啊，肥皂有不一样啊。如果你用的是那些杀菌的肥皂啦，还有些什么 antiseptic 的啦，可以杀99.999啊，你看到这些词，是它可以杀菌。可是有一些不能杀菌的肥皂嘞，它没有写嘞，不代表它没有用啊，它还是有用，因为它可以帮我们洗掉那些细菌，因为有一些细菌用水洗不掉的。知道吗？好像现在这个coronavirus 也是这样，他们讲哦，就是它的那一个原理啦，就好像油这样咯，它在你的手上，如果你没有用肥皂，它就不会掉你用肥皂它就会掉。当然，如果你用99.999%那些啦啊，它会杀掉一点这样咯，哦，就更加安全这样咯。把如果还没有这杀菌的那些肥皂也是可以，因为它可以帮你冲洗掉，明白啊？OK，第三种是叫照射 radiation 啊。啊，照射是吧？哎，照射，哦，照射，OK，sinaran，照射
当然这个照射不是乱乱用，什么光都有用的，要用紫外线，紫外线灯。OK, Sinar Ultra Ungu, 紫外线灯啊。OK, 基本上呢，如果我们是用那个阳光去照射的话呢，真正的那比较强大的病毒啊、细菌啊是没有这样快死的。所以他们讲哦，你不要以为你东西啊在外面晒了啊，你拿回来就没有事哦，还是有事。因为哦，如果要那个紫外线的光叫什么阳光里面的紫外线啊，如果它要强大到可以杀掉所有的 coronavirus 哦，他讲那专家讲人也是死掉了，因为他所以就讲他没有办法完全杀完，因为他不够强大，你知道吗？哦，可是这些呢，这些紫外线灯啊，如果是在就是专业的领域里面运用到的啦，它就够强大咯，哦，它就是整个紫外线灯来的，所以这个就不能讲好像可能照射到人还是那些就会有害吧，应该。好，哦，OK, 再来高压也是可以杀菌啊，可以灭菌啊，高压。所以高压用在哪里呢？比如说你的气压锅，哦，啊，它是产生很高的压力的，这个是气压锅啊 ，pressure cooker。气压锅 ，OK, Berio de Ganan, 它的例子来就是用这一个，所以在里面煮过的一些器材呢，哎，它也是已经没有，就是可以杀菌了的了。还有一些东西叫 filter 过滤器，这个哈，我跟你讲，这个我有用，这个我去森林camping 有用过滤器。OK, 这个还为什么啊，我讲这个东西啊 ,OK, 为什么要提这个东西啊，因为我们在森林啊，如果好像很多天的话啦，没有可能被水进去的嘛，对不对？因为我去好像我们去爬山还是什么，我们要上一个我们要去 camping 很多天，这样没有水啊怎么办呢，一定是喝河水了咯。这样河水他们有两个方法，有一些他们是直接放药，那个药它放了进水里面呢，啊，是可以喝的，就对人体没有害的。不过他讲的是化学，说那个我也没有太多的研究，因为那个药比较麻烦，放了进去哦，有的啦，他们还要等半个钟那个水才可以喝，所以我是直接用这个过滤器的啦，它就在一个瓶子里面罢了的。然后我把那个水啊，河水装进我的那个罐子里面哦，它是好像一个水草，这样我就可以吸水出来哦。说它会那个水草是什么呢？是什么东西？它跟平时的过滤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叫 micron filter, 就是它的过滤的洞哦，小到啊，那个 size 小过细菌的，只有水的粒子可以跑出来，可以进我嘴巴，这样哦。所以它有用哦，把它也是一样啦哈，因为细菌有大有小嘛，有各种各样的细菌，是不是？所以它可以过滤到可能99.998%这样的。不是细菌吧，我讲的是 pathogen 啊，知道吗？细菌跟病毒啊，所以它也是有效咯，可以给你看，这叫 micron filter, 所以它有很多 brand 的啦，在马来西亚可以买到的是这一个 Life Straw, 它的 video 很厉害的嘞，跟你讲，等下我看一下它的 video, 他们有做一些行慈善的啦，他们送这个straw 啊，只是中间这一支啊，去非洲哦，给他们或者我不 play 不到的这一个，给他们因为他们很没有什么干净的水源嘛，啊，就给他们用哦。哎，哦，我要 video 在这边，他就可以直接喝。这个不是非洲，这个是看一下看得到吗？你听到声音的吗？哈，大家。你们听到声音的吗？刚才没有是啊，因为我好像没有 share 声音。哦，没有声音啊。OK, 我看一下，可以 share 一下声音，不然我一直在讲东西，好像很紧张。share screen, share 声音 ，show all sharing option, 怎样嘞哈 ？Share application, enable video, video 是我自己的 video, audio.我记得有一个 share 声音的，放在哪里哦 ？Share screen, share all windows from an application, 不是 share desktop advance. 哎，打的啦，哪个呢 ？Chat background, recording profile, 不是？在哪里哦啊？我记得我 share 过的，可是我放在哪里哦 ？Recording 不是 ，background filters 不是 ，chat 不是 ，share screen 再来。
annotation, whiteboard, limit, screen, 不是, audio, music and professional audio, 不是, video, 也不是, OK, too bad, 我找不到算了, 不要紧啊, 我们只是要看它罢了, 看, 我看一下, 这把我用了, 其实我不是要看那个, 我要看那个非洲, 那个, 那个黑人的, 因为我也是, 之前我就看过这一个, 啊, 他就讲, 诶, 不是啊, 这个, 哦, 纯粹看到因为他黑, 哦哦哦, 我要看这个, 他讲哦, 哦, 很厉害的, 放, 哦, 按下面的 share screen, OK, 哦, share screen 那边可以按到是吗? 好,大家等一下, new share, share sound, yeah, banai, OK. For improved taste. Big pores that trap bacteria, parasites, and microplastics. With this technology, water passes through a membrane microfilter with microscopic pores that trap bacteria, parasites, and microplastics. Then, an activated carbon filter absorbs chemicals like chlorine, herbicides, and pesticides for improved taste. The membrane microfilter lasts up to 1,000 gallons, and the activated carbon filter lasts up to 26 gallons, so the detachable, replaceable filters allow you to use your bottle indefinitely. Carabiner included, this lightweight, durable, BPA-free Triton Classic bottle is the only bottle you'll need when you're on the go. Your purchase has impact. For every LifeStraw product purchased, a child in need receives safe water for an entire school year. Everyone needs safe water. Stay safe. Pack a LifeStraw. Oh, 他讲他那个慈善哦, 不是他的那个慈善是, 啊, 我们买一个他就, 啊, I think 他们有做机器还是什么啦, 在, 在那个, 啊, 那些有需要的地方, 然后他们 share, 诶, 他们就制造干净的水给那里的, 的人这样, 因为他就是, 还用我们的这些给到的钱啊, 就是他的profit来, 来, 啊, 制造那, 那些过滤的器还是什么在那边, 然后提供干净水源给他们, 哦, 其实哦, 这里刚才有重要的东西, 就, 就是这里该我要给你看, 我问你有看到, 你们有注意, 这个, 这个, 呢? 它的那个 membrane, 它里面是这样的, 它的filter, 你看不出是过滤器, passes through a membrane microfilter with microscopic pores that trap bacteria, parasites, and microplastics. Then, an activated carbon... 哦, 然后还有extra的这些啦, 这些就没有关系到, 不过我跟你讲它好处在哪里, 就是那个activated carbon filter, 哦, carbon是, 啊, 叫我们活性炭啊, 你有听过吗? 活性炭, 就刚才那些, 它过滤是过滤掉那些细菌嘛, 这样可是那些毒怎么办? 好像比如说这个水里面啊, 它有那些农药, 如果我们讲很肮脏的水啦, 它有农药, 有化学物, 这样怎么办? 这一个活性炭, 它可以吸收掉这些东西, 很厉害哦。 Filter absorbs chemicals like chlorine. 啊，还有 chlorine， 因为我们水里面很多 chlorine 的，有时就是我们排出来的水啊，还是什么啊，这样咯。 Chlorine, herbicides, and pesticides for improved taste. The membrane microfilter lasts up to 1,000 gallons, and the act. 它不是讲永久的啦，不是讲买哦，你就可以用很久，它是 4,000 liter 咯，就是我们自己要大概知道咯。其实我都没有算我喝了几多，那你懂喝了几多，是不是？ 就大概是这样啦，可是我买的是啊，好像是这个瓶子这样的咯。他们有的之前他只是卖那一支水草嘛，那个就很不实际，你要怎样你要去喝喝那每一次是不是？你又带不到走啊，所以我们就买这样有罐子的了。现在有软软的了，我现在买了另外一个软软的，可以挤出来的，挤出来就可以装在别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 micron filter 啊，你知道吗？然后因为 micron 就是讲很小很小的 microorganism 啊，就叫 micron filter， 所以它是 filter 掉。 过滤掉很小的微生物这样咯，啊，所以改天你可以考虑，你知道有这样的东西去森林去 camping 可以用的。通常我们要安全呐，我们就真的非常安全呐哈，我们就拿它挤那水出来哦，再煮锅，因为有带那个包进去的嘛。OK， 接着啊，所以你看一下这些，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方式呢？就要看啊，到底要选择什么方式，就要看哦。
你要消灭的那个微生物啊是什么种类。 For instance, 比如说啊，你看这个 part 啊， temperature above 130 degree 啊， in an autoclave, autoclave 的功能哦，诶，它的那个特点就是啊， autoclave 里面啊，它是超过130度的， OK, 所以它可以消灭掉微生物和，注意大家，孢子， spora 是孢子，大家可以写下来啊，谁不知道这个字的写啊， spores, 孢子。因为很多时候啊，细菌会死，可是孢子不会死，这个才是问题，知道吗？孢子， spores, 看到哦， spora 啊，所以这个 autoclave 是连孢子都可以消灭掉的啊。如果是 Bernabis micron 啊，刚才我讲我给大家看的那一个、哦、它就可以排掉很细的东西和就是 fine particles 啊，因为它是过滤器嘛，它可以过滤掉很小东西，未必是微生物啦，就是其他的比如说沙土等等的也是可以过滤咯，肯定对吗？还有微生物也可以，它的大小啊是整就是那个过滤，刚才我讲那种过滤器是不是，其实有很多 brand 的，在马来西亚比较容易找到，就是该我给你看那个 brand 啦、啊、如果你要去找的话。然后每一个 brand 哦，我们怎样看哪一个比较好嘞，我们是看它的，它给你的这一个资料，你可以看您啊，它可以过滤到极小的细菌啊，这样咯。所以呢主要呢它可以过滤 0.1 micro, 这个是 micro 啊， micrometer 到10个 micrometer 的，这些就已经是微生物的大小了，这样咯。所以哦那个是 micron filter 的功能。然后呢大家第二个啊，所以第二个东西是煮滚它，刚才我们讲了灭菌，第一个 sterilization 就是那五种东西，第二个叫 boiling pendirihan, 我们来看第二个了， OK, 好，讲到哪里就哪里了哈，我讲这去啊。所以 boiling 很简单，就是煮滚，这个在家里就可以做了，对不对？好像 baby 的奶瓶你看到吗， bottle 叔叔啊啊，这些milk bottles 拿来 boil 就可以杀菌了咯，是吗？OK, 所以这个 boiling 肯定只有100度，对不对？只有100度啊。所以这一个可以做什么呢？它就是消灭日常用的东西，这样罢了。OK, 它甚至呢可以 消毒那个针筒 jarum suntikan 啊， OK, 或者是那个牙医用的那些器材也可以。OK, milk bottles,injection needles, 虽然那个针啊全部不会重用了啦， but 如果还是消毒的话也是可以用这个方法，还有 dental equipment, 就是那个牙医用的东西， OK, 的那些器材，牙齿 的器材， OK, 大家第三种啊叫，该我讲这个是什么了啊，消毒剂啊，我先 OK, antiseptic, 这个消毒剂是用在人体的，大家注意啊，这两个都是叫消毒剂啊，你看这一面，你的第35面，这两个都是叫消毒剂，但是呢上面那个 antiseptic 是用在皮肤的， OK, 消毒剂人可以用在 人体的，你可以写一下， OK, disinfectant 也是消毒剂，但是是用在物件的，比如说地上洗地，你知道吗，洗床单哦，我们什么都想要消毒的嘛，其实对不对，感觉就比较干净，这样是吗，消毒了过后， OK, 所以自己写一下那个笔记啊，大家 disinfectant 跟 antiseptic 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不过两个呢华语可以都可以讲是消毒剂， OK, antiseptic 啊，你看啊， is a chemical substance, 它是化学物咯， that can be applied on human skin or wounds, 伤口也可以，就讲你流血了也是可以啊， bahan kimia yang disapukan pada permukaan kulit manusia atau luka, 伤口啊，为了避免那个细菌感染， mencegah jangkitan pathogen, prevent pathogen infection, 该我讲了啊，细菌感染叫 jangkitan 啊， infection 啊， OK, 所以例子有什么呢，酒精也是，大家酒精啊 70% 才是啊，所以如果呢你买的那个消毒剂来喷手的、啊、你知道吗，好，我们现在用的如果还没有到70%、啊、其实是它不够强的嘞， 不够好的，知道吗，好，现在因为这个病毒比较危险嘛，所以我们要确保它是好的，它一定要有70%， 太多也 不行的，其实、哦、太多太少都不能，要70%，然后所以那个 isopropyl alcohol 就是一种酒精来的咯， alcohol
isopropyl。 然后呢另外的两种 一个是叫aquiflavin， 就是我们讲的黄药水咯，还有一个叫 providone， 也是类似黄药水的，你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一个特征。 OK 啊，然后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所以有一些 antiseptic 比如说就是这两个啦aquiflavin 还有 providone 它可以杀microorganism 咯，它可以杀掉那些细菌， OK， 那些微生物 sorry， OK。 然后Proflavin 另外的东西来了，大家注意啊，他们这两个就是上面的 A 跟 B 可以 kill， 看到吗？Aquiflavin Providone 可以 membono， OK。 另外一种Proflavin 它是阻止微生物生长，蒙哈浪不东不汉 microorganism 的，你给它挂糊起来啊， OK。 Proflavin 这一个东西呢是 blocks or prevents the growth of microorganism， 它是阻止微生物生长，它不是杀哦，它是阻止它们成长的，知道吗？ OK， 酒精是杀的酒精可以是做 antiseptic， 也可以做 benzsteriline。 所以那个酒精片哦，你如果你有买到的话啦你可以拿来就是涂在这个涂在伤口很痛的讲真的OK， 没有什么人会特地拿去涂伤口的，他可能会涂在要打针前拿来涂如果你已经受伤了再涂这个就痛了可能那个 A 跟 B 没有这样痛，可是酒精如果已经受伤了再涂是很痛一下的，不过它好过如果你没有 A 跟 B 啦，这样就好过没有咯，你知道吗就至少它可以消毒到。然后酒精也可以拿来消毒其他的东西，所以如果呢你有一个东西比如说你的手机电话你知道吗，你不要用太多的水去弄，你可以用这个酒精片不过 有一些酒精片很多水的你要小心你的电话如果不防水的话也是要小心，就它可以帮忙消毒你的东西也是可以，它是一个 sterilizing agent。 OK OK， disinfectant 我们可以看多一个啦，快速的你看 disinfectant 包括什么大家漂白剂bleach血压怀疑漂白剂我们要放了的Bahan Peluntur 这个漂白剂 OK， Hydrogen Peroxide 第二个你会一直看到这个东西它有很多功能的，还有 Chlorine 的液体， Chlorine 的液体它可以用在很多地方其实，所以这些用在哪里呢，比如说你要洗什么OK， 重点是 non-living things 叫什么非生物很奇怪对非生物咯，用在 benda bukan hidup， 比如说 chada 是床单，如果你看到这个字的话chada 是床单知道吗，你睡觉的床单bed sheets， 用在厕所 toilet 洗厕所或者是用在 swimming pool liquid chlorine 这些咯 chichai chlorine 它会倒在 swimming pool 里面嘛对不对，所以可以杀掉那一些微生物尤其是 pathogen。So disinfectant 不适合用在手上的，不适合用在皮肤，注意这一句不可以用在皮肤或者是伤口，因为它会连我们的细胞一起杀掉它会破坏我们的细胞的知道吗 OK。 So example 就是这三种啦，这三他问你有没有什么 disinfectant 的例子给他这三种 OK 就是这样，大家我们过后再继续其他的啦 OK， 我们先到这边先，再见 everybody， 把你的东西交上来 submit your work 我去开那一个post OK， 拜拜，不客气，哎呀。